哨子林书豪加入休斯顿火箭队哦。其实啊，在召开记者会之前呢，我们记者发现林书豪就已经穿上背号七号的新球衣了，来拍宣传照。这宣示的是林来峰的旋风就要从休斯顿再起。继续是我们中视记者李一如和焦铁生来自美国休斯顿的独家报道。穿着七号火箭队新球衣，林书豪在正式记者会之前现身拍定妆照。表情还是一样腼腆，但似乎带有些许紧张。看到台湾来的媒体，豪哥点头示意打招呼。Fans were, you know, wishing that he never left. 虽然之前有报道指出林书豪倾向留在纽约尼克，但是火箭队粉丝一点也不介意，早就准备迎接林来峰。I want to see him. I want to see him in the first game. 抢在第一时间来排队买到新球季预售票。火箭队在姚明之后又抓到一个亚洲大明星。It's not the Ming Dynasty anymore. It's the Lin Dynasty. 二旋风即将横扫到休斯顿，火箭队也将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召开记者会。以上是中新闻林小铁生来自休斯顿的采访报道。